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要去哪里哎。走走。什么云家五连峰啊？哎，你看地上湿湿的。不过我相信晴天娃娃来会转晴的，因为你看上面已经有蓝天白云出来了。蓝蓝天，白白的云。唱不起来了，已经快要不行了。所以我们是云家五连峰哦。是。所以我后天出去爬，我阁唔知影爬去对方。对啊，亲近的是吧？非常的好，无人会当甲我比，对吧？是的。哎，累死，一个倒台。你今天很混呢，爬山不带鞋子，结果给我带。不带是忘了放在摩托车是箱里面。你在混哦，结果我们已经爬得皮皮串了。我们都已经爬到皮皮串了，要跟我们讲说你带错了。你看蓝天白云出来了，你看。我等各位来一个摩赛克。你看蓝天已经出现了，你这再混哦，你这再混哦，你可以再混一点。我们已经爬得要死要活，居然跟我说爬错。不会啊，这个哪要死要活，那么轻松哈，反正上气不接下气。我严重吗？你现在不进步了吗？进大头了。三个这个今天要被人家围殴了。三国志。三元宫也是我们以前来这边会住的。很像，差不多这是你在讲的，我在看拢真正同款。差不多八改呢？新官太平山去，这样搞完了。也想到有灵魂呐，所以上到太平山去。我去，那今天是太平山呢。那就不是这边啊，太平山哪是这里啊？太平山啊，太平山啊，哎，我来了搞完了。太平山，哎，我来了搞，你讲背着去啊？应该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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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老人痴呆哦。啊，今天哦，
我要就是讲兄弟仔行起来啊。你老人痴呆哦。请问，太平山往哪里走？这个阶梯上去吗？上去到大马路哈，再过过一个嘞，桥嘞，才能到你这个深圳去吃。哦，好，先到马路。你这个路，年轻个道路，啊，这里这个旁边过一条嘞，才能到这个。茶园，茶园，茶园哦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到谁了呢？太行家。家。对啦，对啦，站站呀。难怪印象中，你麦克印象中啊你。我头是怎么地？我这一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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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倒了，背到个接脚路了。太平山的边啊，看个接脚路对面了。这老人痴呆耶，他比我更惨。哇，一开始就是全部楼梯呢。哇塞，好陡的呢，真的是。一开始就这么陡。一开始就这么拼哦！啊！没有，现在是热身。这叫热身？我的老天啊！好陡。震撼教育啊！对啊，一开始就震撼教育，这是要哪鬼啊？出大景了，真好。要是用缩时摄影会更美丽。太平云梯，我们又来了，太平山。你看，后面好美啊，真的超赞的。晴天娃娃出动，避暑加珍。伴着我们，我们是 N 年前的1月1号来这边过夜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跟那个玉燕姐，我们在搞怪团的，依依啊，娟姐啊，小英英啊，我们来这边的。好荆棘啊，真的好美哦，出大景啊，真是美，美呆了。我们那时候七姐妹来这边的景超美的，什么时候七姐妹再来一次啊？一笑泯恩仇。要欣赏美景。对呀、啊，这么美的景色，这妹子口口堆，口口堆，浪费如此美丽景色。啊，我现在在露营。我现在在露营，赶快，美不美？美。美哦。对。啊，你看。超美。后面的景。下雨，今天就出大景了。
对，我同学还说这边是90%的下雨几率。我说有我这个晴天娃娃来，就是那10%。你是晴天娃娃，我是什么？你背什么东西啊？外套。哦，一定要带个外套啊。没有，我里面有一件。你带要带薄的啊，谁叫叫谁叫你带厚的重的？上面很冷哦。嗨。好美啊，真的很美。不要住旁边了，那边高压电。露露啊，给露露过来啊，这样子才可以做记录啊。好美啊。口口给他痛惨，他给他给你换被子，不要，你在凳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里多美，来这里就是要看美景。所以我们一冲冲冲，啊，真的好美哦，来这边心旷神怡。我们欣赏美丽的景色干嘛？干嘛一定要去赶第二个行程？什么清什么岭啊？清什么岭？啊？刚刚是讲到，我刚刚是叫成功岭啊。你们这边如果没有管理下啊，等一下到到前二街那边没有景可以看。哦，这样子二街现在讲到二街就停下了。哎，有。因为如果到那边如果太晚的话啊，这个那边。二街要错了。这个要散开，好吗？哇嘞！林问大哥今天秀逗了。对，睡睡睡睡，玉兰姐说的对，这样子我们才。想说今天会很轻松，结果没想到一直赶，一直赶，看看我后面有多少楼梯。嗯，你们这些人啊，你们这些人啊，走这么快，为了拍照拍完就走了？拍完再休息的。对啊，你们拍完休息，我们还没到你就走了。我告诉你，扣子最狠的是三号，我才刚刚上来，他就留让我喘气都不要，就叫我八拍。你看，我录影存证，我录影存证，叫别人漏收他，上面帅，漏收他零问。我有那么那个吗？啊！这里休息一下。我上来，他就是爱爆拍。哎，你们这些人是没有心脏的，我们是装心脏，你们是装马达的，不要欺负我们这些人好不好啊？没有。你最近冲很快哎。你没有听他讲吗？他说他瘦了有差，他瘦了有差。哎呦呢。他瘦很多啊！关山哦，去关山啊，有一个比较胖子，然后他有一阵子都没出现。哎，那个啦，基本等你八拍啦。我瞪死你啊！再过3个月，我都会要摇标杆。真的假的？你有背比较瘦。开始哦，我要计时哦。这种人，表妹吗？表妹吗？我才上来就跟我讲说，是一个吗？那什么东西啊？日本烟。哦，这个我吃过，好吃吗？我按摩脚，我牛奶糖，都是他，对了，哎，我们拍吗？扣子这么说，在这边传拍。以扣子的标准啊，这样子你们都在我后面，这样子都可以入镜啊。不会，扣子有跟老天爷拜托的。我要祈求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天气，不要下雨。对。我去买没有货了。买什么东西？鞋啊，鞋子，你到何关街去买的？
美啊，美美，对啊，还要赶，一直赶，一直赶。最近要赶了啊，我那时候要赶了。你最好是没良心的家伙。我可不可以缩时摄影五分钟啊？五分钟才行。你看，真是超美的。感谢老天爷给我们如此的大景，好正哦！人生不虚此行啊！你看，好美啊！地方的话就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拍个照都可以。有没有看到好美的景啊？跟着我的脚步往前走，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。你说的都是对的。我说我都认同，方明姐说的都是对的，我都有录影存证的嘞。你看这个景多美，瞧瞧，各位瞧瞧，瞧一瞧，瞧一瞧，你看看，哇，哇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，我的老天啊，看你的相机，看个人相机。你看好美哦，我的老天啊！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云雾缭绕。我一直成功走。闪变。因为你们没有带扣子，对，他就是没有我们跟。扣子是谁？晴天娃娃。是、啊。你看你们上次去那个旗尾也是一样啊。对啊，都没有请。你看，有扣子跟就有请。那个扣子是给他教我，没有就没有扣子跟方美哈，都不够好看呐、啊。对。对认同。对，认同认同。来，赶快，方美姐入镜。来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。
的是最佳的那个天气搭档，对，最美的代言，天气的最美代言，好美哦！我的老天鹅，你看看。不要理他，我们两个好坏哦。对，吃我们的，然后用我们的，然后就是他们让我们帮拍照。快吃吧。对啊，回来。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好处啦，我教你，哎，泡咖啡，没有任何的好处啦，领导没有任何的好处啦，不要啦，要不要？来，我再拍啊。放心，等一下，朝这边，你要跳美的心呐。你看那个景，美成这个样子，我们要赶快跑了，人家已经到最前面了。对，你要在后面等我。头嘞！叫我帮你拍啊，叫我快一点，你这种人的。啊，对，住这里的人真的好幸福。你看那个景，你看前后左右，都美极了，美呆了。啊，你看人家小朋友来这边走，就来走他家的后花园嘞。好美啊，真是美呆了。啊，什么？来，转过来看我。在录。我也在录。啊。可是说时十秒才一秒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让我说？别想了，我都还没爬到。叫人家拍又不给人家休息。我都还没爬到，你就要叫我。告诉你啊，因为呢，我都会射过去啊。过那个月牙离开，我就给他直接射过去。我都蛮快很准了。现在要叫他们拍照都，很难配合。但是问题是下坡过了三只脚，三脚。可是我们这上去很累啊。但是对心肺功能比较帮助。我们一直上坡哎。燃烧起的脂肪。都赶紧拍呀！赶快拍照。等一下，你要传拍照传给妈妈看，这样。他们是下山都很轻松呢，我们一路陡上呢，我们的行程是一路陡上嘞，很粉，粉累嘞。热，好热，好累啊！不过好美啊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爬山最主要就是看到这个美景，什么都值了。呀，好美，好美哦。
超美的，你看，再来，再来看这里。美丽的云瀑就这样子离开了，又不能拍缩时，你看，你看看那边多美。对啊，刚刚好，而且那缩时多美。哦，幸福台湾的还要好。哎，我们真厉害耶！拍完了那个雾也来了，就开始好像一阵冷气团上来。哦，赶快赶快要走了，要不然冷气团又来了，雾来了，雾上来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跑了。哦，好冷哦，顿时冷起来，好像温度马上骤降十度哎。对啊，好像骤降十度哎、哦！对啊，马上变天了。夸张的变天了。太阳，太阳这是被云姑娘遮起来的。对。太阳先生，好了，太阳先生被云姑娘给遮起来了。赶快，赶快！哦，用哦，穿短袖哦。哦，用用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对。走走走。啊，待会我们要从那边上去，我光看到这个楼梯我就快昏倒了。这里啊，你们看到？哦，昏倒！你看，光看那个前面这么长，爬的我都快要厌世了。但是呢，看一下这里的美景，就觉得值得了。啊，你看好美哦！啊，但是再看前面，好累哦，好美哦，好累哦。真够给他美的，好美哦！啊，脚右大腿给他超痛的，因为一下车就拉伤了。现在全凭意志力来把它撑完。这就是自虐，爬山是一种自虐，但也是一种享受。看到美景，一切的累都值得了。现在这里是二间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往大间走，再去拍照。你看后面有樱花哎，回来再拍吧。前面好漂亮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好美哦！今天出大晴哎，你看整路的那个紫色小花，好漂亮，好美哦！
好米啊。现在十二点，我们要准备从大街走到二街了。走吧。我们要走了，出发啦！出发！要准备去二街呢。团拍，刚刚有位置坐，翘个二郎腿，真的我的大腿就好多了，要不然刚刚好痛，真的太感谢挑拨离经监管卢老师发明的基础六招。Thank you.
塞车才四个人，这个人居然连他老婆还有方梅姐还没上车都不知道就开了就走，笑死了。结果还有人一直跟他讲说他们其他人他们是啊，还能在这边还就这样开走，好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你还人家这嘴爆绝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我被你笑死了。想说哈，为什么又转回去？原来是人家没上车，你就给人家放笑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快笑死了，真的好好玩。有粉丝。你是谁？谁理你？看我是谁？哎，这是电电瓶车上来。我拿下来了，我只剩一半了，我姐为难办了。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呢。我们现在在竹崎公园，在煮面。我要来吃东西了。今天怎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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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不是开游览车，每台车才四个人，两个人没上车都不知道，你在混、啊、这不是我的错、哦、那开游览车怎么办？我跟江正义讲了三次，其中一个人第三次才哎，对，你想换老婆了哟，你想换老婆了，我怕你老婆会逃避。哎，你不查得起啊，你要改安慰自己，你要改出来，该是五个人啦，我唔知道是几个。快笑死了！然后高丽菜就可以加进去了。八，我叫你八，这边放八个够吗？这样子还再放下去的话，你看我们现在在竹崎桥这边煮晚餐。我说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伊讲的是够了，够了，不是够了，够了。我说这样子够，要费太多。他说够了，够了。我说够了，他说够，他就说还要再放。我说你还说够了吗？我是说够了，够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啊，够了呀！我你台有这么烂哦？够了，够了。够了，他一把公鬼来一个够了，够。真是，总共才十块钱。你们这些人是状况之外。别要我砸。就你来。阿贝算什么？他是有道路哦。哎，又两个转弯，我公了。没有，一开始从一有人鞋子没有带，从二带鞋，从二带错方向，走回头路。不是带错方向，是因为。还有两个大转弯，我想一想说不太对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来看我们那个是捷径，就上去就到太平山了。最好是。真的啊。最好是。你们正义话敢不跟我们第一次从这边上去，然后转弯过去的，然后还要再下来。反正今天就是笑话一堆，对不对？这些人，你等一下要说要不要要不要要，我们要不要在小粉说要要要要要，你说够了够了够了，你不要帮我够了吗？够了够了够了，你说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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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够了，哎，准备老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听众，真的是很好笑，这些人真的是在搞笑。哎，我新的很快就有了，换电池以后反应很快。哎，你现在看冷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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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边也下，很快停了。
还好我们爬完山场才下雨，真是。你、欸、这也是一个吊桥呢。两个，哎呀，一边一边一边不得。这我骨头是大。啊，这来这边过一个天空步道。天空步道啊，来边。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双胞胎诞辰啊？好像二哥跟三哥。你要不要出来？来，你来过年了。我们今天出来四台车，四三十二个人，结果有人居然有两个蚂蚁上车都直接在走。这个有像我们家，我们家出去玩，过年出去玩也都是这样子，在外面直接开煮开吃了。我在录影，现在已经要开吃了，真好，香姐在那边煮。哎，二哥，真好。香菇，他说的香菇是香姐啦。香菇是香菇啊。哎，这里呀，对啊。那边讲，你那边讲，你那边旁边讲。